一蕊一蕊用丝线编成的春啊花，伫北港江的凤鼻的花开，这是来自后尾推展春啊花艺术林佩莹所带来的作品。现场是请大批贵宾前来支持鼓励。我们今天呢，很多的湖尾乡亲呢一起啊来到北港的工艺坊哈。来一起欣赏，同时也邀请更多的好朋友。今天呢，特别感谢咱林佩莹老师，一旦吼将他的作品来我们北港工艺网做一个展示，一旦可能北港大北港地区，包括水林、火湖那边的乡亲呢，一旦来这欣赏到咱的春啊花。这是北港工艺凤秀处邀请把乡镇的工艺师来展出个人作品，定义提供表现舞台。林佩莹率先来试水温，也为馆内工艺拍开交流机会。即届伊带来春啊花作品，唔仅分享传统技术喜气，也融入现代创意。那黄金蝙蝠是那个蝙蝠馆的馆长张恒佳老师，他请我帮他们做的，嘿，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这一只蝙蝠也做了很久，它的纸型并不容易做，很难做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紫斑蝶，是因为那时候林内紫斑蝶季，我们就有去了解到它的生态，就是它紫斑蝶点的，它是不是有很多点？有丝是紫斑蝶，紫斑蝶它有很多种类，它有一种是乱乱点，有五点，有七点，对，所以我们的点是有根据的。林佩莹表示，春啊花阁叫甜花，是一种结合针纸编织甲绣花民间工艺。八年前接受春啊花以后，就被伊的美丽所吸引，也让林佩莹有了传用传统艺术文化根本。传统的花，它是我们所有春啊花的根。所以不管哪一个展览，我绝对会把传统的花拿出来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个人创作的部分，个人创作的部分我就会去依我的那时候的心态啊、想法啊去做。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做像这种盆花。在后尾开工作室林佩莹学习工艺以来，因为作品结合传统甲现代艺文，获得六分林冠文化艺术奖、雕塑工艺类的首奖。这届跨乡镇来北港工艺坊是真难得。这礼拜假日，阁要来甲游客做春啊花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记者李克灿差不多。